小伙伴们举起了弹幕，来自青青的粉丝高呼青青永远单身。你的眼睛像星星亮晶晶，一眼就坠入陷阱。刚刚那个湘君亲了一下青青，我的妈呀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湘君跟那个青青抱了一下，然后他亲了他一下，哇塞，会断节奏，但是找回节奏了，没什么。这局他卡九库马可进化的两次卡了，对，那两次二两打下龙打双击。九百咋了？你现在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吗？我的，注意一点。虽然你很拽，我很喜欢。咋了？咋逼我了你这？但是没有用啊，这没有用。这不是你对我放肆的理由。嗯？广州 TTG 九尾方玉露，广州 TTG 坚城辅助，广州 TTG 兵尖先尝一口，先尝一口。面无表情，面无表情，没有表情，忍住，我痛苦面具。如果真的有中单五杀，我们梁晨下次来评论区，我们两个背着就是凳子就直播。北京微博没有变化。现在看到初晨上场了。是的，没错。初晨进行了瘦身，也戴上了小眼镜。没错。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长得像暖阳一样的选手。没错。恭喜他梦想成真。是的。其实充分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新老的交替啊。对，初晨的暖阳传承与过渡。没错，新时代来了。哎，兄弟，我是为什么没大小姐啊？我也没有。那个裁判呢？啊，不是。这是扮英雄，对面没有孙尚香，你扮他干啥？对对啊，没事，他是大惊小怪，我真是服了。Nice。看着可能就会 what， 眼看着可能就会就上高了。但是，是的，哎，我想看一下数据啊。是的，我看你在查。2018年的 KPL 由麦当劳鼎力支持，来个巨无霸，心有王者自称霸。哎，这个时候拿个巨无霸在家里啊，看着我们的即将到来的季后赛，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。我每猜竞猜，对，我每天晚上自己家直播的时候，我每天都点肯德基，我每天都点肯德基。What？ 我每天都点肯德基，麦当劳的，每天就点麦当劳的。本节目由马上进一段广告，马上走开，不要回来，马上走开，不要回来。赞助播